考验的还是大家的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啊。这轮我们的潘理事长又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当中。这轮游戏的规则，两队各派一个人出战，轮流向对方提问，规定时间内答出三个答案，如果说超时就要领水了。我们现场后面有15个水桶，里面呢5个是有水的。游戏过程当中，王牌女郎狒狒也将用 vivo 蔡司联合研发的 X60 系列手机随时抓拍记录游戏的精彩瞬间。每一组正式开始之前，还会有一个小的热身互动，互相提问，对方必须反话来回答。第一组，腾哥 baby 请。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如果贾玲姐和玛丽掉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别问了。哎，反话可以。请给出你的答案。先救贾玲吧。终于是我了，到时候把这个反话环节给剪掉。那你觉得我跟杨幂谁好看？一个比一个难看。哎，但是一定要选一个。三，你。反话啊，反话啊！哎呀呀呀！杨幂，杨幂太漂亮了。杨幂只要一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太美了，但就是不扶人下台阶。下一轮，花花和蒋欣。你认为有多少观众看《王牌》是为了你呢？好狠呐！哎呀，这个，那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我，都是冲着沈腾跟贾玲去的。就连假话都不提小同一嘴吗？对不起了妹妹。我们家族就这样，习惯了习惯了。请问蒋欣老师，您跟王子文的关系怎么样？王子文来了吗？哇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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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不接受，子文不接受他的拥抱，不接受。接下来要对阵的双方是两位小童。哦，小童对小童。你觉得你是顶流吗？我真是糊得一塌糊涂呀，又没戏拍，也上不了热搜，还被花花嫌弃，还气着呢。那你觉得三十而已和二十不惑哪个好看呀？这个有点狠。你不用管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你只要知道我对你是真的就行了。你记住，是我甩的你。大壮。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冲锋陷阵不嫌难，唯独回家到我这儿，最好一滩死水。凭什么呀？你说，你都站我跟前了，那肯定是二十不惑，太好看了，收视都比我们三十而已高好多。小童跟我一样爱自取其辱。下一轮要面对面的是小宋和大盘。你猜我们俩差几岁呀？差几轮儿。开始提问，挨个评价一下王牌家族的综艺感。王牌家族很团结。第一句反话就说出了我们的团魂。完了完了，爆料了。腾哥太不好笑了，老是说一些烂梗。这是实话。哥不生气不生气，怎么回事？不生气不生气。别去。玲姐呢就是怕踩到哪个雷了。稍微避一避。玲姐就是也太不好笑了，根本配不上刘德华老师。哇。然后花花哥
一到高音就破。对，人也不爱摆造型，是，然后也没才华，发歌也发得太快了。哎呦，这个在点上哦，还有点嗔怪呀、啊。小彤姐呢，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人。小彤是谁？跳舞跳得不好，然后学动作特别慢。这可能是真。然后不爱吃，管得住嘴。我甚至认为可以了。那就开始正式回答三个问题的那个，谁回答不出来就要去拉水桶。好，好。作为时代少年团第八个成员，请说出另外几个的名字。说三个，说三个。小宋、小张、小吴、选个桶吧。宋张吴，吴全名四三。你连宋亚轩都说不出来了吗？第一个问题，时代少年团，对不起。一号、二号没有水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晃悠了。刚蒋欣还说一号二号没有，我观察过。蒋欣挖的坑啊！蒋欣，我都是信了你的话。腾哥，现在一号没水了，能不能这把搬回来啊？我这个少女第二个就请你说出硬糖少女三块糖的名字。三块糖是什么？杨超越啊，不是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五硬糖少女，硬糖少女303，谢西林，西林娜一动。有请，你是杨超越，你没说吴倩莲，你还是几号啊？你九号。阿朱啊，三、二，小心啊！一来。我的洞察力，这真的只有五个有水吗？不会每个都有吧？还剩三个啦！不得不说，我替我们四小花旦感谢你们俩，谢谢。不，提醒一下大潘啊，后面人玩的时候重新蓄水换顺序。哎呀，你们太讨厌了，有点。一比一，来，一比一。我知识盲区已经都过去了。真的吗？那你最近在微博吃了谁的瓜？三个人的瓜，来三个。五三个人的瓜，你起早贪黑刷的那些微博都刷哪去了？毛晓彤、张小斐、贾玲。啊，大姐们，你说剩下那三桶水在哪里？又不能验证，可以验证啊。你要是错了就是错了，我验证。你验证啊，那就七号、二号。二七，小溪姐刚才说哪个是没水来着？五号、13号，啊、哦，7号、2号、13号，那几个有水。二七十三，来，从二开始。不识数。二可能真的有水，小溪、啊。哎呀，金光闪闪的，都还洒进嘴里了。不是说没有水就没有别的了，是吧？是不一定有啥。二七十四是吧？接下来是七，
也有可能掉一个瓜。哇！哇！我的妈呀！好准，好准，好准！十三，十三，十三。哎哎，特哥，这个你自己来还是让 baby 来？呵，我来了。腾哥，小星星刚才说的哪个没水？五号十三号。哦。赢了 ，baby 赢了。不得不说，还是蒋欣姐的洞察力比较好。蒋欣姐刚刚说十三号没有水。行，那我输了，我输了。真要灌水啊？换桶了，换桶，漂亮。那让腾哥下去弄衣服吧，买了吧摊的。来，给腾哥来点掌声，来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接下来，贾玲和王子文来。说出我在春晚上的三个小品。五、四、三。今年春晚你演了一个那个小品，就是、名字。名字。时间到。哦，但真的好难。子文，我就不说哪个是空的了。可以说，说完了他不选，我不敢了。几号啊？四号吗？号吗？啊啊！也是太准了吧！一共就五个。肯定是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我们都想淋淋雨。这也太容易中了吧！我就严重怀疑是不是只有五个，就五个放了水，我们有顶机位的，就是观众是可以看得到的。子文要向贾玲提问。我们在座的四个女演员里边演技排位 ，baby 马晓彤、蒋欣，我呢？你未上榜。我还是你的吧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这些喜剧演员呢？贾玲提问：说出花花的三首歌。鹿，巨鹿。哦。那个。齐天，齐天。五、哎。那个，那个什么来着？那个三。斗牛。啊！斗牛，斗牛。答对了啊！蒋欣，你吃到的也太多了。而且《巨鹿》真的是我很冷门的一首歌。我想知道怎么唱的《巨鹿》。让追着阳光奔向远方。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，很有品味。帅呀、啊、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 P 图的世界里。